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中国机长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还原了川航 3U8633 航班从起飞到遇险，再到全体机组人员临危不惧，逐渐解决危机的全过程。中国机长是一部全体戏，展现了机长、空姐、乘客及他们家人、航空管理人员、航天爱好者、网民等不同群体在险情前的众生相。其中袁泉、张天爱、李沁等女演员所饰演空姐不仅是影片的灵魂人物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李沁饰演的空姐赵雅文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姑娘，她看似单薄柔弱，实则坚强不屈。在发生险情时，赵雅文正推着餐车为乘客提供餐饮服务，为保护乘客，她一度被撞倒在地，陷入昏迷。在同事及乘客们的真诚呼唤下，赵雅文慢慢清醒过来，带着病体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与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。李沁对周亚文这个角色的诠释还是很到位的，可以说演技完全炸裂，一时感动了很多人。那么对此你觉得李沁演技如何？欢迎留言。